我觉得小奥选手就是看他打 rank 吧，就很猛嘛，然后分特别高，就操作也挺好的吧，就是自己要多加注意吧。再次回到中路的话，其实这条线我也比较熟悉嘛，然后所以在那个对线方面我是没什么，也是没什么担忧的吧，然后也是新带入了一些上单的一些就是学习到的经验跟打法吧。中路路线的话就越塔有点困难。然后春季赛跟夏季赛的话，就希望就是可以往那个就一针中单之类的去冲一冲。女警办了又抢飞机，现在就 RNG 两难，要么全放小虎来打把飞机，小虎的飞机也是大抢飞机了呀。是的，而这贝利上去来了。感觉是不是这首扇子妈是装的？他这个笑我想了一下，好像是有可能是装的，虚的，可能不是很想搬的。那这个赵信要不要拿？赵信加厄斐琉斯，其实感觉信爷还是猛。对，或者锤石加赵信吧，也可以。这个应该没必要那么早拿吧？塞拉斯打飞机，感觉厄斐琉斯加信爷是比较稳的。然后小号搞个什么破败？盲仔，对，还是说 RNG 继续想玩他们看一下吧 RNG 习惯的这一套。对，而且他前三手如果要出维克托的话得前三手出，不然后面没有维古斯。小虎比较喜欢拿这个去打这个飞机，这样他中期好踢节奏，峡谷先锋那波会比较厉害。那信爷还是说换一个皎月加飞机，这有点怪。对，好抽象啊，道理，对，这有点怪，太发育了呀。盲仔我都能接受，对吧？好嘞，就中野你有个，但是有一个能做事儿的，好像皎月很猛，属于他的一手绝活。还是找，还是找。这个从那个 ADAP 属性上来讲，因为 A 其实飞机算是个 AP 对吧？这不能双 AP 嘛。是的，那飞机只有20%的伤害是物理伤害。金格斯没问题，跟你把这种一样的，对吧？前三手一模一样。小威盲僧要不要选啊？这一把配合维古斯或者破败王也可以，我觉得，还是说继续拿下路的这个辅助。破败王打赵信是好打的，这个是一个小康特的，也不是小康特，就是能应对，就前期碰到不虚。对，我能跑，我至少就不像皎月这种英雄碰到直接嘎了，是碰到直接双手离开键盘。看一下 RNG 后面怎么搬，因为他四周是个先抢权的，所以锤石这个点还是能放出来。能放出来。 AL 要去考虑搬不搬，可能还是继续会搬那个，对吧？酒桶先搬了，酒桶不给你玩，酒桶格温，然后继续拿个什么贾克斯，不给总舵主喝酒的机会。是啊，酒桶这个版本确实上单太猛了，这不吃 counter 啊，然后打团还有用。对，拿个上，又有男枪的想法了。看 RNG 这把，感觉如果是上把的那样剧情的话，RNG 好像不是很怕 AL 的男枪啊。感觉可能又是男枪打贾克斯了啊，贾克斯能应对，但这把我觉得RNG的手没上马那么长，对吧？因为中路换英雄了，是吧？偏进场一些。其实这把我觉得男枪的发挥空间肯定要比上马大。对，而且甚至觉得RNG这个阵容配个锤石，可能又会出现第一把那样的情况，又是摸不到对面的人。哇，这把感觉得需要个开团啊，需要个开团型的辅助才行。RNG 还是得开。主要你打野又是个佛爷哥，他格纹酒桶贾克斯办了。哇，那这个男枪，男枪你选不选呗？你不选我就拿了。男枪呼之欲出啊！你不选我就拿了。阿斌这把，看这个男枪要不要抢？抢了锤石就给对面了。抢了的话，我觉得就要拿凯南了。只能凯南了，感觉。就如果没有男枪，阿斌这把可能就是凯南打男枪。RNG 肯定是把开团进行到底，对，还是选开的。男枪布隆怎么样啊？左边的阵容还可以啊，打反手挺不错的，对吧？RNG阵容感觉会很多进场，是稳一点就是男枪女坦，继续雷欧娜对开，怂一点再保守一点就是布隆。布隆肯定游走能力、先手能力就很差，但是保护能力会强一点，就拖嘛。 AL 这阵容本来也是拖的阵容，这把继续男枪吧。布隆啊，布隆还真的可以，以稳为主呀，还是怂一点呀，就是稳一点。男枪这把得搞个水银鞋，对，这把水银鞋要立大功的，这 RNG 全是这种小控制，小控制。
杰斯走多出、啊、这个 poke 能力倒是有点强，拉满了，但这个就是一被开直接粉碎。但这个我觉得没有男枪稳啊，男枪你线上哪怕零杠一或者说零杠二也能玩，对，能玩起来。杰斯这英雄前期被抓了，中期就没用了。杰斯有可能会被挤款，对，直接点了这种。凯南呀，林哥，我也感觉凯南好呀，搞个法系的。这把有布隆，还不能出奥恩这种英雄。嗯 ，AL 这个阵容其实没什么人管得住凯南。杰斯可以，兵哥玩杰斯。杰斯，一v 一，反正也不需要帮我。青钢影这把就还是要操作，不管就操作。青钢影这把，青钢影这把，说实话，这也就兵哥敢选，我感觉。啊、嗯，这就兵哥敢选，真的。线上也难受，打团也不太舒服，他只能进去硬框对面的一个 C 位。配合小虎进场，反正就是硬冲，冲进去先帮小威捡起来。嗯，小威跟小虎把这个大招刷新了，小威捡起来就好打了。RNG 这种就不管就冲啊！哎，除了嘎啦都是往里冲的，冲就完事儿了。AL 这个阵容就有点看前期打线了。你要说这个版本的话，肯定我觉得 AL 这个阵容更猛一点，嗯，对吧？因为三 C 也好，这个打野也好，都是属于版本之子。对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一级团有想法的，嘎啦应该不会哦，看到了。我说这位置嘎啦也不可能过去。30秒到达战场。考虑到有布隆啊，一级团很强势。是，这边要硬入侵一波，插了个眼。嗯、小明也偷偷摸摸在对方红做了个眼。不是蓝方这信号屁啥意思，要走到二塔去了，我二塔屁信号了，后来插了三个视野，这样前期线上可能有点缺眼呀、啊、打野的眼也用掉了，全用了，对，四个眼全点了，上单眼都点了，哇，下半区直接照亮，直接蹲，嗯，想插个回马枪，嗯，还是想把布隆一级的一个优势利用出来，但是破败王已经选择了上半区开了，是的，直接避战，嗯，这波可能要互换野区再扫过来，而且好像也知道这一点，甚至连个眼都没放，远远的看一下就行了，还是把这个眼给排了，破败王前期单开其实有点慢的，这英雄哇，这波被打有点痛啊！嗯，闪现给 Q， 哎呦，好凶！我天，他要是看到那个小明的位置了，看到小明不在，而且嘎啦没进化。球球今天打也挺果断的，对，就稳中带勇，感觉今天的 AL。青花瓷系列皮肤已经上线啊，大家赶紧进客户端，可以选购起来了。嗯 ，EZ 的我已经买了，说实话是真的好看。EZ 那个。回声还带音乐，一分钱一分货啊！传说皮肤 T 二吧，应该是对吧？对，级别比较高的一个皮肤。哎呦，蛤蟆求生欲望很强，已经拉扯小号两次了。这波也要硬来，直接把球球都摇过来了。哇，这什么待遇啊？哦呦，这就是硬保小号呀！啊，对吧？就是硬保小号在野区的发育。小号现在就刷了一组蓝 buff， 这个蛤蟆必吃，不吃的话自己发育有点崩。小威直接去对面野区当老六，偷红 buff 去了。哎，这波选择还可以 啊，选择偷石头人，没偷红。啊，他这个地方，赵信能不能意识到、哎、看一下？这撞见小威可能很难受啊。啊，赵信是往红走还是往石头人走？人生的分岔路，哎，逮到了，逮住，有小偷。小号这边肯定要叫队友过来的，小明直接勾到了球球，球球这边是没有闪现，但是自己被打成个被动，好痛。哎呦，这边。这边都打起来，感觉还是有点锤不过。破败王是溜了，偷了，没反完。嗯，没反完，反了个大的。哦，两边打野是斗智斗勇。啊、嗯，是吧？前期两边打野都开始拼脑力了。嗯。这样的话，小号还是能守住自己的红区，也还行吧。因为你看现在小威回去，他其实没有野区刷的，对，而且总斗住，你看过来控个河蟹，很舒服呀。然后前期打卡梅尔没压力啊，反正就无脑清线呀，推完线我过去也去晃荡一下，这样换下来感觉小威蛮伤的，对吧？他被野怪刷了一，你看赵信上半区还有三组野呢，嗯，这把小威可能等机会起的比较慢，
所以布隆这个英雄选出来还是有价值的。对，我一击就过来跟你硬换。而球球前期的 Q 闪也很果断。是。这个飞机也是早早的买了自己的眼泪啊！中路对线维古斯其实压不了飞机的。对，维古斯打飞机主要还是在团战端对飞机有一些限制，因为其他英雄确实很难碰到一个手太长的飞机。是，维古斯这英雄其实对线挺一般的。就是推线，说实话。对，只能推线。主要他的 W 技能打这种远程法师没啥用。是，完全是压制不了这种法师的。还是看打团，我感觉维古斯这英雄就是看打团的 R 技能的释放准度以及进场的时机。嗯，阿兵想把这波先推进去再避，那小明很早的已经开始去对面也去做视野了。哎，不好动 Maple 啊。嗯，水龙第一条，这个局面这样子发育下去 AL 也是蛮舒服的。是，他三条线都是这种，哎，两边其实都是吧，现在这个版本也都是在前期会比较注重发育的一个版本。对，很少打架，主要是 TP 改动，导致现在你看这把小虎带的点火。而且之前也有职业选手说嘛，就接下来可能带点火的中单会越来越多。嗯，而且阿斌一直没有机会回家，上路一直被压制，而甚至有可能吃肚层了。哎，被塔里打了一下。哎，这波总舵主倒是有点伤，不过他可以慢慢回。还有吸血杖啊。对，好难受啊这个。南枪这一球推线真的太爽了。对，两枪一个 Q， 简单粗暴。啊，这边都是脆血，慢慢打钱。这把节奏依然很慢，看中期打团了。对，小号又开始过来反蹲了。嗯，在河道区是有视野的，小维过来会被看到。还想在下路找找机会，对，找到的话直接可以动龙，因为囤了波线出来嘛。 RNG 小虎到达六级，我要直接走到脸上，这什么情况啊？这波给大家要杀了呀。不是，哎，这波 Maple 有为什么可以让小虎走到他的脸上放，虽然是被恐惧了啊，但我感觉也不至于可以杀吧。这波 Maple 有点低估小虎的这个爆发了。他是不是没注意小虎带的是点燃？对，感觉被耳道已经跑不掉了呀。嗯，耳道挂这个点燃挂到他好像在等，他好像已经有点不知所措了，就不知道该点什么按什么技能了。就按啥感觉都死了。对，那个时候按闪现已经来不及了。嗯，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确实是走到脸上了。对，挡一下打了个夹子，嘎啦，这波挺危险，被挂了个虚弱，但是球球可能要先挡。嘎啦，哎，反身一个 Q， 球球收到这个人头。嘎啦是一头撞死了。那边致命都点起来，两发。小号还能继续追吗？有闪的。W 闪。先一下小兵。哎呦，哎，还不如不一呢，我觉得。直接 W 闪感觉还有机会。对，或者你就闪现过去 W。嗯。这波还想一小兵做一个位移，但那个小兵可以把他带到那个更远的位置。是的，小兵往后走的。想法很好，但是小兵不给力啊。毕竟是对方的小兵啊。哎，肯定要保着自己家的人呀。这波小号有点多余的，多此一举。是的，但是我打下来感觉还是左边转的 AL。嗯，对吧？对，这跟布隆互拼起来有点不应该。看这波怎么杀的啊。被打到就不走吗？就没了，除非闪现把那个 R 躲了。嗯，或者你早点交 W 还能走，有走位的空间。他没想到带点燃维古斯伤害那么高，只要维古斯技能打完了已经。这波打起来是有点没想到的，主要嘎啦也人有点大意了，闪现过去想换，直接吃了个 Q， 第一时间主要也踩了个夹子，那个夹子一踩感觉有点打不过了，一头撞板砖上了。是。那 AL 是在下路啊，打回来一点局面。嗯，中路是刚才被小虎完成了一个单杀。对，直接动先锋。这波团小虎大招也好了。飞机要回家捡炸药包，但是有点来不及了。嗯，过来已经来不及了。嗯，虽然球球在，这波要硬来吗？来不了了，一千血了，掉了，应该掉了。啊，这个先锋控的还是比较想留人，想打一波，但阿兵很灵活。哎，阿兵怎么硬回去了？这波看到小兵勾了，想反打，但这波赶紧溜。是，啊，这想法有点出问题了，有点大胆啊！这波有炸药包飞机来了呀，飞机直接冲就完事了，直接冲过来，小明肯定要被卖。哎，感觉
小明跟阿斌可以走的呀，对，其实是可以走的。嗯，哎哎，哇，这么准吗 Betty？ 哇，这个很离谱啊，他是想耳二塔处回城那个位置吗？还是说他真的就觉得对方在打这个三了、啊、他觉得他会去打三了啊，因为他那个角度也有点像耳回城那个位置，你看到没有、啊、哇，这个导弹太离谱了，没有开了呀， 这好猛，这百分百开的，这没有任何视野的情况下，这纯猜，这纯猜，就是猜对面走路走到哪里了。哇，哎，最近的比赛你发现这种金克斯的精确制导导弹特别多，嗯，就感觉现在你玩金克斯，你不来这种什么几个盲视野导弹收人头，你都不好意思玩。对，感觉你一个赛季总得打两个这种镜头、啊。哇，这个确实太帅了。对，第一视野身上挂着视野的。哦，视野有视野，视野飞机的 Q， 视野立功了啊，这个让他猜到了，这个确实是有预判的。对，他发现小薇没有回城，再往三郎处走。嗯。小薇也是大意了，在身上被挂的这个，却他也没想到。来了，脚踢过来一炮，这个伤害第一时间够吗？没有盾攻的，还是比较脆的。阿斌交一个闪现往后拉，飞机过来好像也不太敢追了。而飞机下来没啥状态，反而小虎来了、哎，飞机自己可能要出事。三包一，防视也可以放大了，小虎这个只要大了就死了。OK， 大到没了。哇，这波上中出事了。嗯。赵信来含泪吃线，是的，主要是防对面放先锋嘛。嗯，这把阿斌二杠零的一个开局，哦，这边有视野，被小兵打断了回城，是吧？小虎打得很出色呀。嗯，小虎这把导播用细节给镜头，要不要猜一下 Betty？ 导播在等你放大，这个直接预判一手回泉水的位置，可以，他不放了。算了算了，这个一场比赛要攒一攒的，这个有 CD 的，你不能把来一场比赛来两个呀，这个真的要检查设备了，如果把这样子来的话、嗯、这当然主要还是南向没盾攻太脆了，南向没盾攻之前很好被抓、嗯、球球六级，小明只有五级，看到了两边辅助，阿基在中上找回了一点场子吧。嗯，哎，维古斯这英雄起来 AL 还是挺怕的，是啊，这把 Betty 又是发育很好呀。嗯，RNG 其实这个局面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吧，因为他们两个进场英雄都很肥，对，一个青钢影，一个维古斯，这把其实要看这两个单线英雄发挥的，在团战包括小维这把其实经济也不差，因为他有先锋可以吃，是 AL 还是要打团战的拉扯的。南向的骑兵是真快啊！嗯，南向的英雄确实作为一个上单位，他的技能组太完美了啊。阿斌是没吃到的这个补层，哎，小维单吃也行，佛爷哥也挺吃装备的，又想打啊 ，Q 空了，那没事了。牧羊羊撞击，两边下路都是四个装饰技能齐的。嗯，小虎又在动吗？小虎的耳又快好了。但是现在上路没有兵线，但这个兵线有点送不进去。是小号已经在塔下反过了，小号直接塔下挂机。对，我直接等你过来，而且飞机也在赶，直接算了。这个不太好越的。啊、哎呦，小号的反蹲意识还是好呀。小号这三把，挂着对，这三把思路很清晰。对，小薇在哪儿，我在哪儿。啊，这个思路没问题啊，因为现在就是要抓总舵主这一路的。嗯。就只有他好抓，说实话，是其他路都不是很好抓。那这一波小号可以回家了。嗯，南向也这边可以把血吸回来。哎，小虎三爷说了嘛，对吧？中路不好越塔，对吧？我现在不打上路，但是我来上路越塔是没问题的。可以把自己的上路理解直接转换一下，带给阿斌。让阿斌也享受一把。嗯。哦，这把 Maple 也是补了一个影魔刀。嗯，也现在飞机打很多 AP 英雄都会第一件出的，是性价比还可以吧。嗯，主要作为 AP 飞机，它确实有很多的格子可以出这种装备。对，而且飞机你吃什么装备都有加成。对，我这把小虎确实中路对线打得很好，因为 AP 输出虽然说它的伤害以 AP 为主，但是它的技能组 AP 加成不是很高的，因为他不用特别出那种 AP 高的装备。嗯、对，他有可能就补那种 AP 可能属性比较好的，对，穿透有穿透就行。他其实一件炉灯就够了啊、嗯，然后后面可以补一点加 AD 的装备，因为他的
十六级之后的这个大导弹，它的 AD 加成反而是比较高。是，或者我看到有飞机会去出警戒的，就追求那种、哎、穿透嘛。对，穿透，极致的穿透。它毕竟是个 AD 的转化，又来了，硬要拿这个上路塔。阿斌这把享受了呀！阿斌这把必须得有发挥了，这个太享受了。对，这个队伍的这个资源已经给到了呀，照顾到位了，终于享受了一把之前小虎的感觉。对位了，哎，直接给大、哎、大招没有命中，总舵主这边还有盾弓呢，把他能不能拉扯一下？直接闪现 W， 小虎拿这个人头，同时下路金克斯。带掉了塔，哎，被塔打了两下，多打了一下，这下，哎，这很尴尬，小虎，他毕竟是用闪现进场的，嗯，那这样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局面 AL 很赚啊，哦，那 RNG 是换先锋了，应该是，是的，换先锋去了，而且中路嘎啦还可以吃个中塔，哦，那还可以，对，那对 RNG 来说还可以，小赚，对，拿了一个小龙，拿了一个先锋。拿了这个中塔，拿了先锋，等于说塔数是拿了两个，然后先锋换小龙嘛，嗯，人头的话是一换一。Maple 是吃了个赏金，然后前期亏空的经济又补回来了。嗯，主要还是空了个耳。这个耳中的话，小虎这波应该是不用死掉。对，可以直接秒。被左道士一个回流身法给拉扯了一下。小虎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往外面走。对，他没有往那个阿斌那个方向走。当然走也走得出去啊。因为那一波往那个方向走的话，我觉得飞机如果说真 W 过来，有操作空间的就是右边，对，可以操作飞机的，飞机自己可能要捐，是他往下面走的话，飞机就是白打一个头。但是 AL 也是疯狂在换资源，嗯，其实 AL 这个战队你别说他们的运营思路，我觉得甚至要比一些排名领先他们的队伍要强。对，就有些队伍他们可能会打前期，但是中期的运营会出问题。对，但是 AL 这个队伍他节奏不会断档。对，可能你看 AL 这个队伍他们的人员的构成，或者说就是说实话就是明星选手没那么多，没有超级明星，哎，牌没那么大，但是他们运营还挺好的。对，每张牌结合得很好，是，就是有那种思路的，算是一个成熟的战队，阵容有羁绊，感觉是，哎，五兄弟羁绊凑出来了，打挺好的，其实对，换资源什么的，对吧，嗯，包括说就是应对对方来抓自己，嗯，其他人应该干什么都做得很好，都没什么大毛病，嗯，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挺不错的一个点。你看两边经济还是咬得很死，甚至现在 AL 领先两条小龙，这把的话是 RNG 拿到两条先锋，这把龙魂有点血腥啊，这火龙魂 AL 的阵容吃了，这飞机简直无敌，嗯，伤害拉满的，嗯，甚至比 RNG 这边吃火龙魂还要夸张一些，而且 RNG 这把是把宝压在青钢影身上的，对，但是青钢影这英雄我们都懂的，就是容错率是真的不高的，嗯，他除非说像中路是什么卡牌加料这种会让他容错提高，嗯，特别是在这一把有布隆，对吧？哎，这种英雄的情况下，我觉得这把阿兵虽然很肥，但是RNG这个局面不好发挥，其实并不稳。但他们也没办法，他们只能把经济灌给这个青钢影加这个维古斯，是，这把只有他们能 C 啊。对，这把只能让阿兵去找总舵主的麻烦，看能不能单线打出点什么来。嗯，这把直接要上死五。这样是为了等会儿龙团的时候好去接。嗯，青钢影的第二件装备确实选择的空间比较大。嗯，但我觉得出血手是最差的。对，血手就他中间提供那个护盾其实没有很多。其实我感觉跟贾斯一个道理，就这种英雄你要第二件做防装的话，就别玩了。嗯，对吧？这种英雄就是要单带装嘛，就是要件九头蛇搞起。对，就是要毒一点，留一点。是的。这把十五的话还行，就除了飞机以外，飞机挺多的，对。而且十五他可以让他在团战里面收起来，嗯，他跟破败王两个。那小薇的秒表补得很早，看来 RNG 这把是准备去把龙魂的节奏给阻断了，接下来的龙应该都是要去接的。是，这一波感觉可以让啊，这个已经有十五了，啊，还一分半的一个小龙。是的，有十五的这一波，青钢影的战力其实还可以的。对。嘎啦龙好的时候他的大招也能好，所以无所谓啊，这波大招两边经济其实咬得很死，我觉得 AL 这波龙团如果第一时间没有视野上的优势，
可以让，因为现在飞机的装备还是选的穷酸了一点，嗯，对吧？他卢登还没出来，是这段时间可以避其锋芒的，让一条小龙嘛，两条小龙在手了，现在等他卢登出来再去接团，其实 AL 好打很多。对，等飞机男枪的第二件装备吧，包括这个，你还是金克斯的装备，赵信的血手啊，你看金克斯也是这种终极刮痧两件套，是安全两件套，对他这个装备就是很安全，对这个四件套才有伤害，说实话，第二件不好补。感觉又会打大后期啊，嗯，很漫长。但大后期说实话，我比较喜欢 AL 这个阵容。对，虽然 RNG 感觉冲脸很强，但总感觉容错率不高。不，就威古斯大招只要一空掉，这团就不好打了。而且有布隆，我觉得布隆换成其他一个脆一点的辅助，或者说保护能力没那么强的辅助，我会喜欢 RNG 一些。就这把不是布隆，是雷欧娜，可能 RNG 阵容相对都要好进一些。甚至是那种什么锤石之类的，因为有青钢岩的情况下，你锤石是不顶用的。对。但布隆很顶用，这布隆别的不说，挂个被动一下，哎，要打吗？这波，直接要摁来了。飞机这波的伤害还可以，有魔切。哇，这个伤害还挺高的 RNG， 反打一套，球球的血量也是掉了一半。阿斌在特意找机会，感觉可以灌中路啊，嗯，没必要打 AL 灌中路是更好的一个选择，直接把中路顶过去拿这个塔就好了，换个塔我觉得对 AL 来说绝对可以接受的，是说他本来就有两条小龙在手上，嗯，这个时候飞机还没有成型， AL 想硬接一下这个地方，想硬一波吗？被看到了， RNG 是不会上当的，是的。哇，两边打的还蛮焦灼的啊，今天真的没想到这个 AL 其实这几把打的都挺到位的，真的打挺漂亮的。我觉得他们这个队最难得的地方就是，他们相较于一些队伍，他们失误真的很少，嗯，没什么失误吧？这三把打的，对，即便输的那一把，我觉得也不是说失误造成的，阵容使然嘛。对，反信提醒做出来了，总舵主。啊，这样出装的男拳肯定是打不过卡米尔的。对，但他这个装备也得他出，嗯，因为现在确实。金克斯是不可能出这个的，对，你得限制一下这个青钢影的这个回复能力的，嗯，这样的话小维这块表还在身上啊，哇，满圈的五五开，胜利一致，上校这个曲线真的跟直线一样啊，就微微的波动我第一次见这么平的，这种就是属于婴儿般的睡眠时的呼吸，就微微的起伏，太平稳了，嗯，出去威力了，扣克一些，但是卢德还没出来，还在憋钱，对，打起来恐惧到小号，小号第二声开了一个大招，但这边的话有布隆的一个盾，总舵主也是被打了一套，布隆顶在最前面，开几个秒表顶一下小户，但是小卫直接捅了上来，总舵主倒地了，这波如果再死的话可能会掉大龙啊，男将也倒了，换掉了破败王，那这样的话没有打野了，而且还要刷青钢一个二技能击死了布隆，而且还想操作小户，第二声进场又是恐惧到，结果直接打了赵信，也被一脚击死，那的话 Maple 仅存的一个独秒，嘎啦闪现打狂风吗？ Maple 的闪现被逼了出来，小号这波被找机会了呀，小号这一波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，对 RNG 来说可以直接拿大龙了，这个大龙拿下局面就瞬间发生了逆转，哎， Maple 直接 TPG 下路清线去了，要让了，他们觉得也没有机会了，确实也没视野了，对，我也不敢过去打前去，哇，这一波 AR 正说他们三上没什么失误，但这个位置怎么被逮到的呀，主要小号死的时候身上还有闪，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大失误啊，小号第一瞬间被打得没血了，对，然后布隆是为了救他，这波球球处理已经很好了，视野盲区被恐惧了，视野盲区被小虎，这波你看球球吃了大招直接就不进去，嗯，往后面走，而且总舵主这个位置是不是有点尴尬，总舵主位置太尴尬了，对，这人群中等于说没干啥事儿，对，直接白给了，哦，这波阿斌的切入就很好了，嗯，你看闪现先的魅力啊，对，起死一个，这个回复能力太强了，而这个时候是啥，是没有总舵主那个减治疗，减治疗了呀，嗯，他这个打完是满血的阿斌，只要杀一个，死五的魅力就是杀也可以杀起来了，对，我就死不了了，再也死不掉了。那现在这个局面 AL 局面突然急转之下，而且看到飞机的装备真的不好啊，还哦出了，终于把这灯出来了，那灯的话还行。感觉下条龙 AL 不太好打了，已经是他们现在要转入一个防守姿态了，嗯，但得等这个男枪跟金克斯的第三件装备，对，包括飞机吧，飞机反正拖下去也是不虚的嘛，
还有个先攻飞机，也不知道他偷了多少钱这把。哦，大兵胆子好大呀，他直接烟雾弹加这个大导弹，有点痛。是的，南枪大招都开了，直接拿来打伤害。哇，这个大龙其实影响真的很大。嗯，如果没有这个大龙的话，我觉得 AL 现在甚至打的这个时间点已经是小优了。他可以拖很久没这个大龙。对，但这个大龙有点改变局面了。嗯，把自己的节奏断了。你看这个青钢影又直接摸了一个血手出来。啊，刚才导播也是细心告诉了我们一下，嗯，飞机的先攻到现在为止只偷了300多。哦，那是比较少的。还是偷的不太行啊，感觉，嗯，少了一点点。这把飞机没飞起来，而且总舵手死的也有点多了。那，总舵主的男枪味道不是很纯正，嗯，不够流，只能说男枪不够流。20秒的小龙，这波 AL 应该是要让的。但是飞机把炸药包捡出来了。不过金克斯有3件套，看他怎么操作。又是球球先接这一勾，但是后面的话又是恐惧到小明跟布隆那个互换，两边辅助换掉了。但这边小威已经捡起来了，总舵手被打出一个顺风，飞机这个 W 冲的还不错，但自己要小心。哇，飞机被嘎啦给杀掉了。但是这边阿斌也倒地，呜，这个小威的三号人要这么 kill 了，小号最后一个小号。哦，小虎，虎大将军，这个阿金的抽脸太帅了吧！这恐惧3个人，一个人给杀光了。小虎，这个真的是力挽狂澜啊！我这个贵贵，这也太猛了！因为刚刚那个局面，其实那3个人如果不去到那一块，是可以有操作空间的，但是直接被小虎恐惧到，一个人扭转了战局啊！这属于本来 Betty 都跑起来了。哇，这波小虎。瞬间浇灭了 AL 想要翻盘的这个小小的火苗。这波其实有机会的，因为当那个互换下来就两边打了个2换2嘛，对，都存活3个人的情况下，直接被小虎一个人杀光了。而 Maple 这波打得很好，嗯，最可惜的就是他最后那个导弹空了，不然小威也活不了。这个炸药包冲得很好了，对，冲得很好，嗯，该打的伤害也打了，主要是炸弹空了。这个时候是个2换2，是的，瞬间小虎，哎呦，哇，顺杀，哇，这就是维古森的魅力啊！这一波有点小帅，害怕，哎呦，害怕，这波太帅了，这波回家乙焰也掏出来了，嗯 ，RNG 的团战还是更胜一筹啊！两波团战打完 ，RNG 经济又是进一步的扩大。是，主要对于 AL 来说，现在难受的点就是接下来小龙越来越不好争了。嗯。啊，总舵主这个发育的男枪打团是真的不太好派上用场了。他这个装备有点，说实话，26分钟停滞了已经。对。他补表补得很早。喂。哎。哎呦，这边开了个盲王焦土过来，还把使坏蓝 buff 给抢了。这飞机没蓝也难受啊。嗯。阿斌又在下面带线，主要现在带线总舵主一个人是处理不了他的。现在啊，你可以慢慢的通过阿斌这个点去拉扯了。嗯，慢慢磨塔，然后等资源的刷新就好。对 AL 来说的话，只能凭借飞机的 poke 去找找机会。阿斌，哎，这总舵主打不动啊，见不了面呀，还有这个2技脚没有出手。阿斌刚才 E 技能在 CD。他怎么不掉血呀？这总舵主 A 了7、8枪呀，感觉，嗯，不确实总舵主他这个装备有点偏功能性的，嗯，打不动阿兵了现在。现在 AL 面临的问题就是几个 C 位的输出还是不太够，得拖。可是现在龙魂的原因，可能不太允许他们一直拖。啊，这个大龙还有30秒就要刷了。是的。啊，你可以去逼这个大龙，这种局面青钢影就很爽了，野区也是我的。嗯，还有没个3个人，感觉拿他一点办法没有，限制不了。红白刀，有机会配合队友直接 run 这个龙的 RNG， 想蹲一手 RNG。这个龙感觉争不了啊 ，AL，哎。现在 AL 你看他们地图是黑的，漆黑，而且 RNG 视野做得很到位，嗯，你走来了，又来了，直接扫球球，大招也给球球。而且小号这个位置也很尴尬，也被留了下来。小号直接被冲脸，破败王拿到这个人头，又R到了，再杀一个，被挂了个虚弱，但是还要死金克斯，金克斯没有队友保护，直接碎得跟纸一样。总舵主也倒了，最后剩下一个 Maple，
小虎这边还要继续追，但是已经没有耳了，破败王斩了上来，哎呦队友应该是可以一波的。嗯，这波金克斯 A 了阿兵， A 了可能有十几枪，但是 A 不掉血呀、啊。哎、感觉要结束了，一波了一波了，阿兵这边可以 TP 过来啊、可以保兵。嗯，梅婆一个人面对 RNG 五个人，有没有机会捡了个炸包，想做最后一次补充？空中被恐惧了，坠机了，坠机了，小明都没有死。那恭喜 RNG 二比一战胜 AL， 确实是高质量的一局比赛啊，也是让一追二。嗯，这小浩也是没有办法，脚闪现回泉水，恭喜 RNG。哇，今天晚上比赛质量都好高啊！是的。这一局就是感觉在中期那一波团战的时候吧，RNG小号那出色的一波，对，那波是逮到了小号，嗯，然后